黑芝麻千层。里面有麻薯，黑芝麻麻薯的，超级好吃这款，真的。尤其是里面加的那个麻薯特别特别好吃，而且它这个皮，咱家这个麻薯还有黑芝麻的这个皮用的是纯那个碳粉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，来一块吃了不胖的芋泥千层。太好吃了。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。看，满满的芋泥，一共是四层。